历代志下第二十三章一节，第七年，耶和华大家己降生，将百夫长亚罗汉的子阿撒利亚、约哈兰的子以实玛利、俄比德的子阿撒利亚、阿大雅的子马西亚、西基利的子伊利沙法遐调来，甲因立约。二节，因行透透犹太，对犹太逐个城聚集利未人，甲以色列的众族长到耶路撒冷，会众伫神的殿甲王立约。耶和华大对因讲：看，王的子要做王，照耶和华指大卫的子孙所应允的话。四节，佮讲，恁都安尼行，这是甲利未人，既然按休日。来入班的三分之一，就过守大家门；三分之一，就伫王宫；三分之一，就伫地基的门。正百姓拢就伫亚花殿的院内。那则，干那这些甲服侍的利未人以外，唔准别人入亚花的殿，干那因通入去，因为因是圣洁。正百姓就遵守亚花所吩咐的。利未人大家手都举军旗，四位保护王，今仔自转入殿的，就致死。王出入的时，恁的军队伊八战。利未人甲犹太众人，拢照祭司耶和华带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大人带所管安息日入班出班的人来，因为祭司耶和华带唔准因下班。九战。这时耶和华大就将神殿内所藏大卫王的像、金牌、铜牌交予百夫长，佮分派众百姓手大家举军旗。伫坛佮殿遐，对殿的正边到殿的倒边，徛伫王主的四围，就带王主出来，佮伊伫冠冕，将律法的册交予伊，立伊做王。耶和华大甲正经用油抹伊，正人讲万王万岁。十二节，阿塔利亚听见百姓走来俄罗王的声音，就到百姓遐入耶和华的殿，看见王徛伫殿门的条边，百夫长甲分号头的人徛伫王的左右，百姓拢欢喜分号头，佮有唱歌的，用各项的乐器。带人唱歌娱乐，阿塔利亚就拆哩衫，话叫讲换啦换啦。十四节，这时耶和华大带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出来，吩咐因讲将伊赶出班外，见了军队伊的，就用刀刣死。因为这时讲唔通伫耶和华的殿内刣伊，将兵就闪开，予伊去。伊行到王宫的马门，就伫遐将伊刣死。十六节，耶和华大甲众百姓甲王立约，拢要做耶和华的百姓。对安尼，众百姓拢到巴力的庙，拆毁庙，拍碎坛甲偶像，搁伫坛前将巴力的祭司马坦刣死。十八节，耶和华大派官固守耶和华的殿。是伫祭司利未人的手下，这个祭司利未人是大卫分派伫亚花的殿中，照摩西律法所写的，甲亚花献烧祭，佮照大卫所定的律，欢喜唱歌，佮设立过门的，过守亚花殿的逐个门，无论为虾米事，无清气的人，拢袂得入去。二十节，佮带百夫长甲贵族。甲百姓的官长，甲国内的众百姓，请王对耶和华殿落来，对殿的门入王宫，入王坐伫国位，百姓拢欢喜，通城拢安静。众人已经将阿塔利亚用刀刣死。